还有一家翻译了。你们是要来听佛法的吗？那不是。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大概懂了。健全。好奇，我想特别有趣的。你有好邦交啊？是那个。台湾现在不是只有针对西藏过来，有好邦交的。那个我没有居留权的原因是我拿的是流亡政府的那个一个黄色的有一个书啊，就是不是书那个就是护照，但是他就是现在的那个台湾政府呢也有很多，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反正就是谢谢。他们觉得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所以自己到自己的地方不算是一个移民，所以没办法给一个移民，或者没办法就是这样的。那是不是自己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呢，也可不可以给中华民国的护照？也没有。这样吧，我就啊，谢谢，真的很棒，就是我到家了，我可以，也许是可以吧，但是这个也没有，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问题吧，因为。上次有那个周游广场那边有一个台湾的律师，他也说明这个法律是非常不公平的，然后要一些很多的大众的力量去就是抗议或者一些申请或者一些就是说明，然后就是自己的心声，然后可能有机会透过国会而改变这个难民的政策。这是难民政策的问题，那难民政策的原则是一个中国的政策，所以就是他们，我也去那个在高雄中山大学去年在那边的时候，我专门去移民署说哦，可不可以办居留证，因为其他说不可以，你的不是有国真正的一个国家的，就是这样。那可不可以就是如果连这边有对象的一个结婚的人也拿不到居留证的，这是更就比较难解释的一个部分。对，可是台湾也现在一方面很强调很重视自己的一个台湾这个字，那一开始还是就是很重视中华民国的一个大怎么什么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些想法。那这个两个当中的一些不算外国人，也不算自己。对，这个我没办法解释。大概反正就是蛮困难的。那我们用那些佛教宗教的签证的时候，也是大部分是两个月。我还好，就是学校的，就是目前有六个月的时间住过一次。但是这六个月两个月一定要去居民所再延长一次，但是出国是六个月的，那我就学校读书读完之后呢，我就是用宗教的签证的话还是两个月出国一次。还有吗？有。请问一下哈，我从刚刚你跟你分享的当中，就是说这本书你想带给孩子，就是说故事看到就是孝顺父，就是由母亲得到的爱，还有一个是你的重点是孩子要有梦想还是怎么样。因为我看过，我大概翻了一下，但是因为我也在做故事，我在跟孩子讲故事，所以我看完之后说我怎么样去表达，然
然后我更能够让孩子知道这本书想传达。是的，我第一个是就是那个爱孝顺父母，第二个是就是那个就是应该是珍惜大自然，就是这样保护环境的那个这样的，我们比较白话的是的话，那些保护环境的珍惜那个大自然的思想，那就是同时是我希望和他们有一些那个梦想，这是非常重要，超越自己的梦想。这里是故事，我觉得那个升华的那个最好的一个部分也在那个梦幻上，知道吗？它有一些梦幻是超越我们的范围嘛，超越我们的范围的时候呢，它一定会产生一个好奇感，或者就是心里觉得啊，真的好不可思议啊，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嘛。听格塞尔王故事的他的神通啊，他的能力一些超越的一些能力的时候呢，好像心里非常就是特别的一个感受，这是一个梦想。那就是因为小孩子是小孩子，他有他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生活嘛，那就是他的身体这个小小的生活里，但是他的想法梦想是超越那个范围的话，那将来更有希望的。对，这是一个将来的思想上的一个创造的开始。嗯，因为我在故事里看到，觉得故事性很简单。对，可是他那个孩子的心好单纯，对，好像跟你一样，对不对？不知道。对，嗯，谢谢。嗯，我也前几天晚上来自新加坡的一个朋友啊，他也说啊，其实除了人以外，有没有那些外星人，还有无形的动物，那个什么生命？我说，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判断有没有那个外星，有没有那个什么鬼啊什么之类的，无形的众生的，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资格，因为他活，他生存他的一个境界里，我们生存我们的境界里，谁当谁的主宰？谁说谁有没有呢？我说我们的人类代子，就是。这是一个，其实是我说其实没有，所以意思是说，就是我们那个梦幻或者很多的那个梦想的权利是一定有的，我们只是梦想或者那些想法再丰富再好。其实这个那个原来是就是真目的是就是帮助两个就是台湾的朋友，还有是那个西藏的朋友，所以原来的大圣子应该是算可以做成一本书里面两个都对照的方式。那后来就是这个事情的一些上边的，还有你也可以说明一下。对，就是后来就是分开的做了。我是这个师姐。对，就是他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们那个故事的完成。开始这个故事就是完全是我去西藏回来之后，我想透过写童话的方式，就是作为我自己当西藏去的起，所以这个故事原先都不是跟 Kemo 是不一样的。那后来就是有一个缘分，就请到 Kemo 做翻译之后。然后大家也都会知道，就是其实作者自己都会有一些自恋，都会觉得自己东西最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开始我有一点舍不得，但是我后来觉得在台湾其实不缺一本好的绘本，那但是他可能很缺乏一本西藏的绘本，就常我们说西藏很漂亮，或者是藏传佛教很好，那但是是不是我们可以从文化面，从
另外一个方面去更深入的了解一些西藏更纯粹的东西。对，然后为什么会有两本？因为藏文太漂亮，它跟中文并列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可惜，所以我们希望说它是可以分开来，大概是这样。但是那个藏文版后面也有中文的，那藏文版也有藏文的，嗯。还有呢？啊？之前有要学，就是学藏文的。那我知道在那个西藏是很注重那个讨论、辩论。是。那为什么这方面书籍这样子？啊？书籍呀、啊，这样的书很少在台湾出现。这个我也可能是最近有一个，他毕竟是台湾人，他去南印度得到各系的一个国位对位的一个喇嘛，就是一个各系嘛，各系是一个西藏的那个堪博跟各系是差不多的，那个就是一些不同教派有一些不同的那个，不是内容的问题，然后就是他有专门一个。不是翻译了，因为他会藏文，他专门去塞拉寺还是那个三大寺庙，然后就是透过那个训练辩论，然后就是他是一定各系的，然后他的母语是中文，因为这样他有比较好的一个条件，然后他有写一遍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专门就是辩论方面的一本书，那这个台北那边有，如果你以后也想看的话，我们可以联络，我可以帮你找。那就是光轮，那些就是辩论，本来就是佛法是比较重视怀疑的，透过怀疑来就是，然后就是问问题、讨论来找到真正的那个就是内容的。那这个是佛法的比较特别的，佛法一开始不是很强调信心，你一定要相信，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观察，透过观察，然后就是哦，真的是有道理的时候呢，才就是佛法里面讲三个信心，那最好的信心是透过观察得到的一个决心，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自己的一个判断，培养自己的一个判断的能力，所以就是透过训练带那个辩论嘛，对，就是这样。那光轮也是藏传佛教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经典。很多人都不一样，可是我们针对一个问题，可是其实每个人讲切入的点都不一样。可是我就觉得说，你在辩论当中，真的会很多思绪出来，他发现，哎，好像在那把那个礼物会做得很清楚，可是这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可是都是去的是很少，在寺庙上看不到。其实达赖喇嘛尊者，其实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来听学藏文时，其实正是达赖喇嘛的指示，他说你去台湾学藏文。那个时候我的藏文的基础完成到，他说你会吗？我说。只是就是一些吃饭啊，你好我好，就是这边的基本的东西以外都不会。我20多岁，那个将近30岁的时候，我一句话都不会了，那就是后来才学的。所以就我从小没有学过，我爸爸妈妈一句话都不会说那个中文的。所以呢，那另外也说，现在台湾啊、汉地很多年轻人啊，重视佛教、当成佛教，那一些思想的那些上的那个信仰是非常重要，可是有些会掌握中文，那不一定是解释得很清楚，有些很有那些佛法佛教上的经验，但是不会中文，所以这个就是要弥补这个空间，所以其实达赖喇嘛直接就是我要去中文那个学中文的，所以是我们希望是将来我们可以现在说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人才，而不是说有限制，对啊，对，没有人才的问题，这些是人才的问题。有个问题，对，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也不是说达赖喇嘛是我一个人，不是这样啊，不要误会了。但是还是就是也是方向是这样的。我还有问题啊，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你从西藏，然后翻山越岭到这个流亡政府，那又来到了台湾，
那你然后台湾这样的出路，我想你会有三个地方的情感的问题。那如果以后西藏可以独立，那你会不会又怀念这个在流亡政府的那里，或者流亡政府的现在在印度的这个凯兰萨拉的这个地方，要怎么回到西藏，或者不要回去？我吗？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说，比如说以后就是现在的西藏，如果有一天独立，独立或者不能独立，这个也是一个难题。是。然后你们在印度的流亡政府，也是一个已经有的人已经待一辈子在那里了。是。他可能对那里比较有多个感情。是。那也有人逃离了，在海外，可能比如在台湾或哪里。是。那变成他对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情感的问题，怎么办？是。还有文化也，也受到影响。如果西藏有一天有可以回归的一个机会，那达赖喇嘛现在没有强调独立，就是一些藏经的一个什么导入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就是还有一些很多西藏人当然是些某种藏或者历史的角度去看的话，独立那是最好的嘛，对不对？不管是怎么样，也不一定是全部国外的藏人都回到西藏去，也没有这个必要，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现实。但是最基本的征服的结果就可以，就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要了。那人也大部分，包括我自己也是，我就是日日夜夜，就是人生当中，从一个世俗的角度看的话，我最向往的就是自己的家乡嘛。我爱西藏，我故乡，我爱父母什么的，就是这样的。我昨天也看到一丁丁的那个孔子会那个路过的那个最后路过的一个电影的一个阶段。哦，我的父母的什么的，他也就是跪在那个大门前，朴素的说一些那个孔子嘛，伟大的那个思想家，是类似这样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但是呢，你不是要全部都要去西藏的，这个其实很自然的问题，对，就是很自然的，就是一些一定会住在外面。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的话，这样子也是，就是全世界都有。比如说，不管是任何国家，他像韩国最近不是选举嘛，住在国外的还是有投票权的，还是有对那些自己国家的有那些爱国的什么的都有。但是他居住在外面，也不能强迫要回来，这个就是这样。那你对你们现在的新总理怎么看待？谁的新总理？流亡政府。哦，其实我支持他，我从头到尾支持他，而且我写了两篇。去年那个选举的时候呢，我就专门写了两个，就是相关那个就是支持他的一个两个文章。第一个文章放进去那边的一些报纸啊什么，网站里有都有。第二个的时候就是比较很关键的，好像有些人一开始支持的，后来不太支持的时候，我说。我的血山跟设置还没有改变，大概他的题目是这样的，就是设置是他的名字，叫罗桑桑给，桑给是设置的意思啊，血山跟设置，血雨跟设置还没有改变，那是这样的。其实我支持他，为什么呢？其实他们都是那个时候比较反对的人是什么，他们说他们不够纪念。我觉得在国际的那些政治的舞台上，最重要的是一个现象，也很重要。他是从那个哈佛大学毕业的，然后就是他就是各方面比较一些国际性的一些思想啊什么任何都比较不错。那相对来说的话，他是我就是支持的一个总理。建成。红糖老师，没想问个问题，在佛教啊，或者是藏传佛教里面，不管是五戒还是八戒，杀生特别是自杀都是一个大罪。那不知道最近就是很多，包括喇嘛或是有一些西藏的同胞，他们自焚。不知道站在宗教的角度，您有什么看法？十几有多少？剩下的。这个其实问题是很
和尚。重要的还是尴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当时甚至有一些人也问过啊，就是一些聊天的时候也问过，可是我说我们根本没有资格用一句话对或者错这样来就是回答这个问题，随便的就是一些总结，就是他们的那个行为，这是非常不公平，非常就是怎么说，就是这是一些，就是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个做法。为什么呢？我们就是用自己来看，我们真的，因为我现在有时候网站都没有办法，就是有点点，算有点点就是很可怕的，所以就是没办法打开看这些网站的。因为原来我自己也以为是还是有很多就是看过很多东西，有自己基本的经验，可是看到他们这样的做法的时候呢，我想都想不通了，有时候就是想不到。所以呢，这个就是比较难解释的，但是呢也是一定要做一个解释，也不能避免什么那个解释。所以呢我也很就是很欢迎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啊，问的问题。但是呢我的看法呢，这个要看好几个角落或者好几个不同的那个方面来看，不能用一个就是什么的。那宗教的话呢有两个解释，一个是第一两个条件，发菩提心的时候一个叫自他相还，完全没有自私自利的情况之下追求真正的一个道理，或者为了利益他人牺牲自己生命是可以的。佛陀的本身故事里面要有无穷无尽的这样的例子，可是他的条件是什么呢？我刚刚讲是没有那个私心的，私人的那个自私的，没有，完全没有自私自利。那这个没有自私自利的那个什么时候达到呢？登地，大乘佛教讲一地二地三地初地什么的地，对不对？叫登地的时候，就是一直是证悟空性的时候，比较在就是简单来讲的话，证悟空性的时候，那这个是很难嘛，对不对？所以呢用宗教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有自私自利，第二是一般的一个凡夫人做这样的一些动作时，我们不能说是完全是对的。这是我们不能放在一起了，要负责佛宗教，也负责他们了，真的很清楚的要分开，不能是对的。可是呢他们一个这么年轻，这么的就是一个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全程的，然后全那个一个他们的一些这么年轻的日子，然后就是而且他也不是很就是想不开的，然后就是一些大家什么很多人很激烈的状况之下想不开，或者有些那个在后面很多人什么的，然后就是他没有办法退步的时候的一些牺牲跟他们的牺牲不一样。他们的牺牲是非常非常安静的情况之下，一个人拿着一桶什么油，然后就是浇在自己的那个头上，然后就是烧，然后还是合掌，还是有说，可是呢这个就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同时一定要考虑他们是一个人，不管是他们是对宗教有没有犯，但是还是一个人，所以他们真的是受不了，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可以不佩服，可以不支持这样的做法，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他们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实际上没有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而且他们后面也没有任何支持之后这些什么的，中国一直说有，但是他们从头到尾完全没有找出一个证据，没有找出，这是国际社会就知道的。所以呢就是这是他们的。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比较感动的，比较特别的是
他们虽然是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决定，这么激烈的一个决定，可是呢，他们的一些遗，这个叫什么，留下来的就是遗书里面从头到尾没有一些骂中国的或者一些不好听的话都没有出现，更不用说动作上的威胁或者一些恐怖的一些做法。你看他们完全不顾自己的生命的情况之下，至少可以杀掉一两个中共的人，共产党员他们不喜欢的，可是他们从头到尾没有做这个，仅仅的离开自己，他们希望他们自己的生命可以就是代表着西藏的心声，那就是至少过去就是注意一下，他们的动机很单纯，而且很就是，但是呢，最近我也看到那个脸书上，我的脸书上有人说这是一个，怎么说，正义跟特别的一个之间的一个有点像冲突，知道吗？他们非常的特别，所以完全不伤害别人。但是他们完全非常渴望追随这个正义，所以也就是忍不住。那个时候的结果是什么呢？选择自己，用自己的那个来就是表达，用生命就是做一个宣传，祈求那个国际的社会。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样的，很复杂的。所以我们不是说哦，宗教上不对就不对，那我们跟现在的那个范畴人的心中作恶都宗教上不对啊。可是我们活在人类的社会里面，为什么谁都像弥勒里巴一样，像佛陀一样做得到呢？对，我们用这样的宗教，这个我就是那个台湾人也有这个方面有很大的一个缺点，是对自己的要求很低，对别人的要求很高。